大妹子，哎，我跟你打听个事儿。夏天刚开始的时候，有没有部队从这儿过？你问这干啥嘞？我男人是部队上的，我们村长说现在不打仗了，不打仗了，他也没回家呀。我们这儿经常有部队打这里过，但是来了又走了，我咋能说得清楚你男人是去了哪里？你男人是啥时候走的？就是夏天刚开始的时候。 大水来行了，啊！大水来行了，快坐快坐。哎，大姐，大水来行了。快给咱念念。啊，咋给你念给哈？哎，信上这么家写的：“兰妮儿你好，我们到这里来，不是来打仗的。” 是来开采石油。这里风沙很大，没有树，没有水，没有人家。可我们领导说，要我们在这里结婚、安家、生娃。再过多少年，这里就会有一座中国最美丽的石油城。 这个地方叫克拉玛依，你赶快到克拉玛依来吧，我在这里等着你了。这可咋办呢？我不见了，撞到去了。不知道嘛，他说要去找大水去。兰妮儿啊，急啥哩嘛？还不是你整天的说，现在不打仗了。兰妮儿想，不打仗了。 我大水咋还不回来呢？他心里一着急，不就走了？咦，你咋怪起我来了？是不打仗了吗？现在天下太平了，是不是？咱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了，是不是？你咋还想着打仗哩嘛？村长，我生气，那你他娘着急，不是说你呢。村长。 你赶快给大水写封回信，告诉他我妈去找他去了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呢。好，我给大水写封回信，就说兰妮儿已经找他去了。这菠菜可是从乌鲁木齐捎来的，你多吃点啊。顾大姐，您别忙活了，坐下吃吧。你先吃着，我呀再去炒个土豆丝儿。有半个月没吃着青菜了吧？嗯，不止了。 有2日多天了，哎呀，等这石油打出来以后啊，咱们呢就组织人到戈壁滩上去找水源。有了水呀，咱们就可以种大白菜、菠菜、萝卜，心里美。哎，再养点鸡，养点鱼。哎呀，哎，大水，你抽空回老家一趟。 把你的未婚妻也接来，早点结婚，生大胖小子。我已经写信告诉他怎么走了，他只要接到信，就会自己来的。哎呀，局长。
让我到钻井队去工作，我已经教会地质队那帮学生娃怎么蒸馍了。我应该到第一线战斗。本来呢，我是打算让你到钻井大队去当副大队长的，可是你和大鼻子这一家打的，只好往后推了。我看，过些日子，你就到钻井大队去上任吧。 局长，真的，假不了。让我去当副大队长，是不是您领导指挥失误啊？我失误？我是什么误？你想啊，米基尔虽然没追究，可是我毕竟把苏联专家打了，这影响已经造出去了，上上下下，连独山子总部都知道了，不给我处分。 已经很给我面子了，你还要让我去当钻井大队的副大队长？你陈副局长想干啥？这不是护犊子吗？哎，你看，还教训起我来了，你看，不是教训，是正确的向领导反映意见。大水，让你当你就当呗。还是让我先当钻井工吧。你个杨大水呀，啊！ 冲锋陷阵的是你，啊，捅娄子的是你，现在吧，顾全大局的还是你。哎呀，那好，只有委屈你了，啊，再在地质队当一段时间的火头军吧。啊，还当了。 广播站的播音员钱可同志，前来视察工作。我这次来采访是领导派我来的，因为你们1232钻井队表现突出，不仅做到了提前例假开钻，还创造了日钻井30米的新纪录。鲍队长，我相信你们这儿一定有很多感人的事迹，你可得好好给我介绍介绍。哎，为了建设科勒玛翼新油田，我们1232钻井队全体同志齐心协力，战风沙，斗戈壁，克服重重困难。 创建了日届30米的新纪录。我们不骄傲，不自满，我们又制定了更新更高的目标，跃上千米。跃上千米，我们还要年上万米。太好了！你眼睛都熬出血丝了，我听他们说你3天3夜没有下过岗了。 拿着吧，钻井工真了不起，握着沙把，在钻台上一站，顶天立地的，有一股英雄气概。啥英雄？不打仗了，哪来的英雄啊？不打仗了也有英雄啊，把石油从几千米的地下打出来就是英雄。哎，你说会不会这么打着打着？ 就把地球给穿透了呀！那钻头从美国总统办公室的地下露出来，把总统的皮鞋给打穿了。听见你的笑声，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今儿再干几天几夜，我也不困了。田克同志，到井架上去看看。好啊，走，咱们走。 给点水喝吧。哎，等等，请你给我点水喝，意思是说，给我一点你自己喝的水，不是给大家做汤的水。
肚子里这么多的文化水，连话都不会说。你就说，嘿，老杨，你的水呢？我喝点，不就完了吗？放心，这就是我的水，不是大家烧汤的水。来，哎，好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喝了你的水了。有啥不好意思？我也算服你了。水那么紧张，你宁愿自己渴着，隔三差五得洗头。你要不洗头，不就全解决了？我改，我慢慢改。你对我要有信心。我对你有信心。别看我有时候看不上你，但我佩服你。啊，我听戴红说你家里很有钱，而且国外有钱等你去继承，你不去，为了开发石油跑到这儿来吃苦。我佩服你。啥时候跟戴红结婚啊？哦，这还没考虑呢。我们是来搞石油的，等把石油搞出来再想自己的事情吧。领导号召我们在克拉玛依扎根儿，你不结婚生娃怎么扎根儿？根儿是一定要扎的，但还是先把工作搞好吧。哎，我听戴红说，你家里有个未婚妻，长得还挺漂亮的，啥时候带来一起扎根儿啊？嗨，啥漂亮不漂亮的，叫兰妮儿，我让戴红给她写信了，马上就来，来扎根儿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，到时候。我们一起举行集体婚礼，好啊！来，来，哎哎哎，够了够了够了！哎呦，你都没了，没事儿。那好，你先忙。方队长，那我走了。哎，你还是要好好休息。无论如何，人不是铁打的呀。要说困也困，可是一到了钻台上，手里握着沙把子，一心想早点打出石油来，为人民立功，为祖国多做贡献，就不困了。现在你又来给我拍了照片，让我听到了你的笑声。别说三天三夜不睡，就是五天五夜，我也能熬得住。你要是不信，我就再给你熬五天五夜，你看看。列宁同志说过，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，千万别把身体累垮了。那么垮，我身体好。你要是不信，我再给你熬五天五夜，你看看。我信，我信。你信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那我走了。哎，天狗同志。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。我保证一辈子对你好，不打你，不骂你，把赚的钱都给你，家里的事你做主，我甘愿当牛做马，我不比谁差，我也能当英雄，我也会让大伙儿佩服我的。天可，嫁给我吧。田可同志，快快上车！田可，答应我！嗯。
咋了？工作没做好，挨小豹子批评了？你就不能争点气，让小豹子也表扬表扬你？到底咋了吗？小豹子英雄了。啥英雄了？郭局长昨天带着其他钻井队队长到我们钻井队开会来，号召大家学习小豹子。学他啥？学他三天三夜不下钻台。三天三夜不下钻台，那是值得学习。学他啥嘛？一个光棍汉下了钻台干啥去啊？那你一个光棍汉为啥下钻台？我下钻台，我下钻台睡觉了，不睡觉哪成嘛？你知道睡觉，小豹子就不知道睡觉啊？土豆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这叫妒忌。小豹子三天三夜不下钻台是好样的，你得向他学习，别不服气。我看你的思想成问题。我有啥问题？我看是他有问题了。他有啥问题？他想逞英雄，讨天哥的好。今天天哥就是采访他了，还拿着小本子哗啦哗啦记他的话了。哟，你看那小豹子眼睛都亮了。哼，他跟天哥说，我们要跃上千米，撵上万米，去把他显摆的。这咋叫显摆啊？搞石油嘛，革命家拼命有啥不对啊？跃上千米有啥不对啊？撵上万米有啥不对啊？你是来克拉玛依干啥呢？不是搞石油吗？那这么搞石油有啥不对啊？我看你的觉悟太低，当初在部队上讨论你的入党问题没通过，这就对了。搞石油我也没说错嘛，你咋就听不懂我的话了？那小豹子英雄天哥不就看上他了吗？今天还咔嚓咔嚓给他照相了。天哥看上他有啥不对吗？小豹子又不是坏人，你生个球的气。小豹就是娶了田可也没什么错啊，一个是年轻后生，一个是黄花闺女，结婚生娃领导提倡。那田可一开始是喜欢你嘞，可你心里只有兰妮姐。一开始我就觉得你们俩是不可能，心想自然你们俩不可能，那我就去争取争取呗。可我还没来得及去争取，就被那个小豹子给撬了。你说，嗨，土豆子，你咋就偏偏喜欢田可呢？哥，我这心念念想的都疼嘞。行了，别瞎想了。等你兰妮姐来了，我跟她说说，让她好好给你找一个。谁知道兰妮姐啥时候到？快了，我让戴红再给她写封信，催催她。我就说，你要再不来，那土豆子的媳妇儿都嫁给别人了。小豹子，大水，我听土豆子讲了你的英雄事迹，三天三夜不下井台，领导表扬你了。大水，我刚去见陈团长，我说我也和田可结婚。团长听了高兴得很，他说披肩递窝子给你们结婚。
好，这是大好事儿。啥时候办喜事？快了。哎呀，小包子，你比我有福气。哪里？要不是你有未婚妻，天可也轮不着我呀。大叔爷，为我祝福吧。我当然要祝福你们，可是你刚才说那话不好。啥叫轮着轮不着啊？你干得那么出色，像铁可那么好的女同志，当然会爱上。这是你的福气，你应该得意啊。你应该说，大水，我比你有福气。别放孜然啊！汤里没有搁孜然的。哦，快回去吧。哎，老杨，啊，你给我一封信。好。东浩，帮我念封信。谁的呀？兰妮写来的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哎，你撕开。他撕着里面的信。亲爱的，下车。干嘛呢？书给你。兰妮写来的信。是吗？嗯，快念啊。
第一次听到你这么可怜巴巴的声音。好兄弟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你都是杨大水，你得给我挺住啊。你别着急，兰妮如果找不到你，她就会回家去。你不是给他们家写过信了吗？写过。她回家看到信，她肯定会到这儿来找你的。真的？真的，真的。老杨，你说吧。兰妮儿，我在新疆呢，我在克拉玛依呢，你咋一个人就走了呢？赶快回家吧。到了家，看到我给你写的信，你就知道我在哪儿了。我在等你嘞，等你嘞，你快来吧。老杨，心里难受，就哭出来吧。别憋在心里，你哭啊！人家不哭，你干嘛非要人家哭啊？你要是走丢了，我肯定去找你。找不着你，我肯定哭。我也要去找兰妮儿。老杨，都冷静点。新疆这么大，你上哪找去？关键是你不知道兰妮姐是不是来到了新疆。我不知道。老杨，你相信奇迹吗？只要你在心里反反复复念着男女的名字，他就一定会出现在你面前的。反反复复念几遍？天天念，月月念，年年念，他一定会来到你身边的。喂，那我念。那不成念经了？啥念经？别胡说。深情感。
兰妮，你在哪儿呢？大水，大水，大水，我在这儿。大水，我在这儿呢。大水，大水，我在这儿，你在哪儿呢？根据最近的研信资料证明，这批探井已经进入了预定油层。我们建议局里啊，尽快带上试油措施。你有把握吗？如果上了试油措施，打不出油来，到那时候苏联专家该有话说了。我们试油又不是给苏联专家试的，我们是要找到克勒马伊的主力油层啊。如果试油失败了，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吗？什么结果？我没想过，我就认为咱们现在到了试油的阶段了，成功也好，失败也好，我们都应该把想法端给领导，由领导来决定啊。我不同意贸然地将想法端给领导，我们是给领导做参谋的，如果参谋错了，以后的工作我们怎么做呀？队长，你顾虑太多了，我们的工作是找到石油，又不是天天想着领导这两个字。见油花了，见油花了，什么？见油花了，没够井，没够井。1232鲍队长他们那口井，是吗？太好了！哎，尽快的向廖总打报告，咱们上试油措施啊！哎，别急别急，先别急，我们最好形成一个完整的材料，然后再向廖总和局领导汇报。好，你写材料，哎，我们去看看啊。走，哎，我们先去汇报了。哎，要汇报也得我去汇报啊。哎，老杨，可能要出油了。跟我们一块去井场看看吧，让自己也激动一下，振奋一下。走啊！好嘞。叶小豹，到！开闸，放喷。是。开闸，放喷。
你在哪儿呢？我该上哪儿找你吗？什么地方来的呀？我打陕西来，我男人是部队上的，我来找他。这一路上，我没找着他。哎呀，你咋也是个找男人的呢？怎么跟我一个命呢？我呀，也是到这儿来找男人的，可这些男人呢，一走出去啊，再也回不来了。这样吧，你也别找了，就在我这住下吧，啊！哎呀，我这苦命的妹子，咱俩都一个命啊！哪儿也别去了啊，跟大姐搭个伴儿，好不好？